陈处长到达台南监狱以后，先在会议室听取了一项简报，然后在台南地方法院院长和典狱长的陪同下，视察受刑人技术班工作情形。这个技术班共有20名受刑人参加，学习的是雕刻，训练期间3个月，由社会处发给每人每月津贴100元，接训以后由厂商正式雇用，按件计资，出狱以后再到工厂上班，使受刑人出狱以后就有正当的职业，自力更生。